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地上，有一个地方以九苗为魂，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。彭水是个满载着文化宝藏的地方，当地车牌上的代号鱼 H 也成为了彭水的标签。 是欢乐的源泉，是苗歌苗舞中流淌的喜悦。摩威山青歌赛、阿依河民歌大赛、苗舞采花山，在这片充满歌声与舞动的土地上，青年们以歌会友、以舞传情，共同编织着属于彭水的欢乐篇章。山清水秀，人也非常热情，勇敢地去唱自己喜欢的歌。 鱼H是苗裔苗绣中的匠心独韵，九黎城的非遗苗绣，苗族银饰的缎制技艺。青年们在这里不仅是观赏者，更是参与者，感受着彭水特色手工艺的独特魅力。鱼H是疗愈的港湾，是苗裔苗药中的自然智慧。 古老医术与现代智慧交相辉映，通过现代技术进行产品研发，推出多款特色苗药进入市场。鱼H是家的归宿，是苗寨苗城中的温馨与宁静。一座座苗寨是游子心中的归宿，等待着青年的归来。 到我这个地方组建的话，也会提涨升级啊，争取做成高星级的民宿嘛，让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。鱼H是热情的代名词，是青年友好城市的生动实践。从特色活动到发展平台，彭水致力于为青年打造一个和谐共生的成长环境。在这里，青年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思想，追逐梦想。 他们在这里成长，在这里绽放。欢迎，彭水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每一位青年的到来。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，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，正以开放的怀抱迎接四海英才。城市更友好，青年更有为。彭水，让我们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